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呢，我们为您讲解的棋局呢是2019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季后赛第二轮的第一回合，是由山东队的范廷钰对阵中信北京队的陀佳希，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大名鼎鼎的泰哥孟泰林。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孟泰林，非常高兴再次和大家相约在5月的文评论道。这盘棋呢，应该说是范廷钰的好局，他发挥的比较出色，应该说，当时呢，他们两个队呢都处于这个保级区，就是下半区，季后赛嘛，因为输的那一个队呢将进入到接下来要最后跟底下这个中信北京队是对，最后是跟那个拉萨，拉萨队要最后要决一下谁降级，所以呢。非常重要的一盘棋，应该说，是的，好，我们来看看棋是怎么下的吧。对，好，因为降级这个比那个争冠那个压力要大多，是的，对，尤其像他们这种世界冠军级的棋手，他们所在的队伍要是降级了的话，这个，给人的感官上的那种感官上的冲击肯定会更大一些。而且山东队之前是拿过冠军的，中信北京队也是。中信对，北京也是属于那种传统强队嘛。对，而且北京是卫冕冠军。他们之前是就拿过2届是吧？拿过一届吧，应该是。那就是说他们队除了陀佳希是世界冠军，还有陈耀烨，都是特别强的，都是。山东也是两个世界冠军。是啊，还有姜维杰。对，所以他们任何一个队降级的话，都是，对于当地所在的棋队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没错，所以我想双方一定会全力以赴。是的，就是他们的压力会更大一些。我们来看这盘棋，他下了这个行为。然后这个行为是，是的，八角。我觉得这种四连星的开局，就是双方的前面几步棋的选择方式特别多，第五手棋可以直接考虑边角，是的，是的，是的，也可以挂。那白棋可以考虑飞，可以考虑反挂，以及这盘棋陀佳希选择的直接三三点角，对，就是就变得很开放，这个布局怎么下都是可以的啊。因为其实无外乎星位来说就是点角和挂角，然后手角或者是黑棋双飞燕这几种形状比较常见。没错，也就是这样吧。对，也就是，是的，黑棋呢，也就是无外乎挡哪边的选择。这倒是挺容易。对对对，反正你想挡哪边就挡哪边，都有啊，都可以挡哪边都有。是的，挡这边好像是稍微多一点。我觉得原因主要是因为可能看胜率可能稍微高一点，其实是无所谓的，都一样。长也是非常简明的下法。白棋飞出来了，现在基本上这个点三三啊，这个变化是最常见的了。对，反正经常一下就下成这样。对，因为这个最简单，也长也不需要动脑，也不需要考虑飞一个白棋顶还是拖啊，对，反正都差不多。所以长一个呢就走一个最简单的。黑棋拆，然后黑棋挂角，白棋手角，小飞了一个，然后黑棋在。左下点角，这步棋跟这个点还是有点不同。因为这个子存在嘛，所以这一带的变化也因此而有所不同。黑棋走成这样之后呢，选择了在底下搬砖的下法。对，我就看范廷钰的棋，这个空捞的实在是很足。对，他这盘棋选择这个定型，下一盘棋他还是这么下的。是吧？他也是这么下的。对，也是这么下的。但是这个下法应该说白棋我觉得是没有任何不满的道理。你觉得白棋不错就跳出来之后就趴一个。就趴一个。因为这两下交换黑棋是有些亏损的。这个不是长完了逼黑棋不是很多都拐一下的吗？对啊。他不拐。他不拐了。他不拐。是觉得这可能被飞过来他觉得不好。或者说觉得不愿意选择这样的一个定型。他就没打算下成这样。就没打算这样。但是这样的话，我是觉得，虽然这还是存在一个断点，但是这个断点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断点本身没有价值，没有目数的价值。它必须要在建立在就是说关系白棋这块棋或者这块棋的生死的时候。
啊，或者厚薄的时候才有用。嗯，那这个还是有很多的前提，比如说你这两个子必须要先跑出来，对，同时这两个这个价值必须要很大，嗯，而且是致命性的，就一系列的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存在。嗯，那相对来说它的可利用空间可利用价值就小很多了。嗯，所以其实我们来看，如果是像这样的话，那么黑棋有靠，有长，有什么各种上面下面各种下法，利用空间是很大的。嗯，但是由于这两个子的交换的存在，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局部白其实可以满意的。但是他好像比较擅长这个局部的，接下来之后后面这个地方他就下得很如鱼得水，感觉。那倒是，他比较熟悉。对，他可能比较熟练。对，他也是，这也是他选择这个。对，有这可能性。嗯，是的。然后他拖了连扳。拖了连扳，这一系列肯定都是在他的赛前的计划当中。嗯，白棋虎也是现在非常常见的应法。嗯，没错。嗯，虎的话，黑棋一般都是虎的吧？对，如果说立的呢，黑棋有 虎起来的，然后打了就接上，啊，是吧？黑棋就必须虎起来，就不能虎这个。对，打吃。就接住。然后这也是必须拐吃，这拐吃是比上面要大得多。啊，那肯定。对，然后黑棋再拆回来。这就拆这儿吗？随便摆一个。嗯，这两个我不知道。嗯，这个的话就是有可能空虚，但是感觉上还是想高拆。嗯。这也是一种下法，我觉得白棋这样下也可以。我觉得实战的让我选，我肯定会选这个。哦，我比较财迷。这确实是看得见哈。对啊，有根据地，有目。因为你这拆完了，待会我今天这里面不是也差不多吗？慢慢破是吧？不着急。嗯，对，就是两种风格，两种下法。实战选的虎呢，也是有兼顾外面的这个意思。对，当然虎是有虎的好处。嗯，当然确实我觉得熊老师刚才选择我也会那么想。因为这边正好被这个跳限制。没错，我不太想选这个现在。嗯，对的。然后黑棋再拆，还是拆到这个位置。是的，就是一个是选择这边，一个是选择脚上，哪个更好？他如果说一样都是拆在那儿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结构他如果说接下来白棋不打算干什么的话，那不如刚才。对，脚上的目数明显是刚才那个好。对对，因为一般来说白棋这么选择这边的至少这条边是有价值的。嗯，是有很大价值的才可以。那现在这条边的价值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因为这个子的存在嘛。对啊。当然了，这也是正常应法之一。这是而且还早了，这都不是什么对决定胜负的地方。对，这是风格的问题。嗯，他是挂了一个。对，这是正确的方向，然后再尖起来。好，黑棋这步尖确实下得很，这个是稍纵即逝的良机。我觉得应该坚定。只有这个机会吧。对啊，否则你不坚定就走不着了。是的啊，否则要么就自己跳一个。但有点太缓了。是的，你坚定一下就是强行先手把脚护住，你进来我就不让你读过。没错。是，我是觉得黑棋的控制是实控捞得非常的足，是这盘棋下的。对，然后呢，黑棋抢的是抢到这个贴，贴起也是局部的后续的下法非常大的一手。对，而且他这样可以保证争子有利啊，是吧？对，争子是指的靠了点角，靠了点三三。然后黑棋团到这里的时候，他断，这里出现了一个争子。嗯，这边的争子刚好黑棋有利。嗯，啊，没有这个子就不利了。没错。所以确实是这个本身贴的价值，而且也有兼顾那个脚上的意思。 对，是的。嗯，所以这样下到我觉得黑棋还不错似的，看起来啊，但只是不错而已。对，就是黑棋这个尖点就是强行防止白棋往脚上拖或者飞。没错，是的。是非常务实的一种下法。嗯，也是范廷钰比较喜欢的风格。对，而接下来呢，其实局面的重点还是在于这块棋。因为全局其他地方比如说这条边价值已经缩水了，这条边也没有特别大的价值。上面呢，因为这个如果我们不看重这个断点的话，那上面这条边也白棋已经占据了嘛。接下来的扩张也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重要。所以焦点肯定是在于这边白棋如何选择。
您说。其实我坚起来之后，我觉得，这个打入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对。但是这个打在什么地方？打在什么地方？对。这确实。这个是重点，没错。因为它贴起来之后，毫无疑问，这里面是存在打入的。就是说，它贴在那里，它不惧怕你打入。你这打入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这个很重要。是的。你如果只是破空，那很容易这件事情。对对。啊，我是想打在这儿的，但是打在这儿是不是好，不知道。这步棋确实，我觉得打在高位是要更好一些。靠一些嘛，觉得对，因为这边黑棋相对来说还是走了很多子嘛，包括拆面，它很厚了。那我们首先选择打入方向一定是这边。然后这边呢，如果打低的话，这实战就被黑棋盖住了。对。那黑棋就成为了完整的一片。没错。那走在这里呢，就是不让黑棋盖住，等于说白棋希望的是能够跟黑棋一起对跑。这样他就不会那么被动。相对来说。我觉得是，就可能是更多数人的选择会打在上面。毕竟是。还是不情愿自己一味的防守嘛。是，这实战佟佳熙选择打下面，这步棋就，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针对性。他可能面对范廷钰嘛，范廷钰比较喜欢实地，我没看得出来。对，所以他觉得，我还是有针对性的，先把你地给捞掉再说。但事实上，这步棋也是有点极端，因为毕竟跟脚上还是，如果我们把这条棋子算成先手交换的话，那这个地方白棋的坐后空间其实并没有那么大。对，这就是白棋接下来面临的问题了。怎么办呢？就变成在里面一个人要苦苦的做活，一个人腾挪吧。实战的下法再拆移。活棋是没问题的。但是外面黑棋很厚啊，是的，然后白棋是先虎了一下，就是白棋就只能去忙活了。可是我们看到，就是因此黑棋全部都是变得非常的厚，没错，而且它活得挺苦的。对，打吃只能粘上，还要强调你有断点吧？没错，他走了在小尖，这一切都是，也算是，就白棋要这么下，那就黑棋也没什么办法了。然后白棋只好坐在这儿，有点惨，看着。对，就因为这个虎本身是白棋要的，我们经常能看到黑棋搬虎，白棋打吃的棋形。对，现在等于说这个白棋走不到了。他等于是被虎着了嘛？对，走着了。对，所以虽然白棋把下面套了，但是由于黑棋整体都变得很厚，而且还虎到这个，白棋其实。并没有说套掉很难，因为打入其实你也已经把空给套了。现在就是让黑棋，就是让你自己做活的同时，也让黑棋变得非常厚，其实反而是未必便宜的。我是觉得这打入的结果，我不太赞成白棋这一方。我觉得黑棋太厚了。而且呢，这个虎也虎到了，从目数上来说，我也没觉得白棋得到多少目。是的。所以从结果来看，这个打入不太成功，看着。对。我觉得这样的话白棋不是特别好，当然不仅是因为这个局部，我觉得接下来白棋必须要搬一下。要搬一下是吧，这个地方应该还是有一点目数上的差别，包括眼形上搬，其实黑棋也只有搬，那肯定要搬吧，然后再走。那应该总不会亏的。就搬找一下就觉得赚了是吧？对，因为假设我们看成这样的话，这长等于说将来可能是黑棋能走着。其实跟搬一个相比，目数上也好，甚至包括眼形上可能都有点差别。这搬是能搬到的吗？搬是肯定能搬到的。对，搬到总便宜的。总便宜，你觉得？我觉得这是要差一点。实战佟佳熙选择单拆。对。看起来白棋好像左右两边都走到了。他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对，这一点。他先把这个给抠了。这太痛苦。我觉得范廷钰特别擅长这个。是的，这个是没办法，只能挡，否则就不活，否则你要是，你就不活了，就只能挡住了，只此一手。是的，不然就只能忍回去。所以这样的话，这里面其实只有3目，这吃掉一个，待会被一拖，还只有3目。对，然后这詹先生就是，哪怕你从这边打出来，这个局部已经是铁活，对，这边已经是铁活了，这边是后势，就是这都是稳的，然后辐射全局，
然后你这个局部就像邱老师说只有三步棋，因为拖的时候还只能打这个，对，否则这个上面指子还被断开，没错没错，就三步棋，脚上也被唬到，其实整体的白棋目数所得并不是很大。所以我刚才一直在看黑棋，它是尖的，它不是点进去收的，所以外面差一气是吧？啊，点进去关键是上面厚薄的问题。对，对，有厚薄的差别。点进去里面差一目棋。对，所以这比较精细的地方，我觉得还是应该信任范廷钰。嗯。您说的点了再尖是吧？对，那点了我爬回去吗？那搬完之后。对，它好像这个是不是有点问题？啊，对，那厚薄还是那等于说黑棋就得补在上面。是的。嗯，这个还是很稳健的下法。那就是说，这个下法是正确的，对，是吧？对。啊，像这样的时候，应该是白棋其实是稍有不满。我觉得白棋并不便宜。嗯。那接下来就黑棋的先手，算是他靠上来了啊，因为这边全厚了嘛，这个就随便下了，就反正都不伤这边了。是。白棋搬上面，这也是算是正确的下法。这黑棋就一步一步的，嗯，他特别就稳扎稳打的，这个把木全守住，对，然后他的木守得多牢，这个脚牢牢的给你守住，对，这棋如果这边已经先下成这样的话，那白棋绝对不会接受这个结果，白棋打入是要攻击黑棋的，但现在等于说，嗯，跑底下去活了一块棋，对，就反而变成白棋很委屈了的、的样子了，嗯，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黑棋可以这么下的原因，嗯，也是白棋不满的原因，嗯嗯，然后白棋飞了一个，白棋飞，副长这边其实，我觉得这棋形看起来也不太对，这价值也不是很明显，他显然不知道下哪儿，他走这个吗？嗯，好像我感觉比飞可能好一点，因为这个还是比较务实，嗯，有目，看得见，嗯。飞这个的话，就是它是要扩张上边，嗯，可是这棋黑棋上面很厚啊、这边很厚，这边也很厚，然后你去扩张这边，其实，在全局其他地方没有配合的情况下，白棋很难做到，嗯，扩张的很大，是不可能的。实战被黑棋点的时候、其实这个地方白棋反而，我觉得还不如自己虎回来算了。是、啊，这结果来看，肯定是不如虎一个。嗯，挺稳的。就虎一个其实很就是很扎实的，这块棋已经很厚了。是的。然后呢，你这两个子，你不好意思跑吧？就跑自己一个人干巴巴的跑出去，有什么意思吗？究竟？对啊，那你如果贴走，那就走呗。那就帮他守木呗。就这木就守上了。这不是自然就围出一排、是的。对, 对，有的时候可以稳健一下。对，我是觉得虎一个棋形还是很正义的。不过以头加西，我觉得他可能不太愿意虎。主要是黑棋刚走了，立刻就等于说被让黑棋全部实在的围控了，他觉得还是有点不肯。嗯，我觉得是本手吧，就是至少从这个局部来说，我觉得虎一个像是更好的一手。走这个关键，他对于这边。的影响不是很大，那如果只是单纯的扩张上面的话、其实是达不到目的的。是的，没错。嗯，这个被人家点进来了。对，点了他很难受，我这。对，这个白棋也不能不走，不走的话，那那在干嘛呢？究竟？对，那实在就疼了。但是粘上也不行，粘、被加下去，他自己反而变成被攻的一方。是啊，都不太对，好像。怎么办呢？横竖都不对。怎么办？实在就疼了，靠一个。对，看起来这也是棋形的一手，没错。但是，我觉得范廷钰这种地方是很厉害，确实哈、他下的是顶一个。我觉得接下来两步棋下的非常好。嗯。先顶，有这手交换，然后再搬一个，再搬，然后你怎么办？这又不知道怎么办。对。嗯。这就是说，黑棋如果单搬，白棋可能会断。这个地方黑棋，对，不是特别好处理。那好歹他有转换或者有别的其他的可能性哈。对，这就是白棋一个腾挪的形状。你这顶完了，不是人家拍了拍了，这受得了吗？对，但是我现在顶，白棋会打这个。是啊，那肯定不一样了。这但是黑棋先顶，然后怎么办呢？人家次序打的下的好啊，真的是说。所以邱老师说这打这个，然后再打一下。对。然后待会再打你一下。对，我这个我已经不太会了，我觉得，然后再冲你一下。我是不是就冲了粘上？啊，你就冲了粘上吧。啊不是，
吓得太高兴了，打量也行，吓得太高兴了。对，这次还得抽。我觉得白棋要哭了。白棋难道再走一个吗？哦，不行了，受不了，受刺激了。这吓成这样，绝对受刺激。是啊，确实不能接受。那一路一二路混合爬行，确实肯定不行。所以这个棋也，那也没办法，不能断。所以说这白棋怎么弄啊？不能断的话，就没有下一手了。我就看不到白棋的明确的下一手。我觉得从后来看，虎一个和粘一个都不见得哪个好。反正都不太好。啊，对，反正都不太对。对，横竖都已经下不好了，这棋。对，那粘一个，我们忽略掉这个顶，这白棋靠完一粘，这棋还能看吗？这已经完全不对了。但实战其实虎还不见得比粘一个好。我上面还被打一下，被打一下，然后打成一丁死，然后在接上。你转，我再把这插出来。愤怒的从这儿贴出来。对，等于这两下交换，我这白棋这两下交换，我觉得可能还亏了，说不定。本来你这粘一个是先手，那你好歹就是单粘呗。就那这单粘实在看不了，反正也不是棋。对，单粘怎么横看竖看也都不是棋了都。是的，是的，就已经。你怎么下来都不太对，好像就觉得自己对啊，实战等于说被黑棋简单的一个好手之后，白棋的形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个时候这个就很奇怪，因为白棋原本是要扩张的，对，现在是没有看出来白棋得到了什么。所以刚才这个飞从结果看呢，肯定是不如虎，毫无疑问。但是他肯定没有预料到会下成这个样子。那倒是。如果预料到这个图的话，我想他肯定不会飞的。对，那倒是。但没办法，没有适合诸葛亮。但这个点其实是可以想得到的。是的。就是说点了之后，你一系列的怎么个应法？对。这应该是可以预想一下的。对，就是说对，是的。他可能没有想到，就是会下成这样。对。简单的这么下，白棋已经很不好办了。实战只能打吃，只能断打，这没办法了，再贴出来。黑棋一搬，搬一个。白棋双。这个因为要粘的先手的话，因为这粘目数价值很大，对，所以要粘的先手就确实只能双。然后这个机敏的把它爬掉了，还差两目棋。对啊，再粘上，就这棋就是下面的目数白棋是没有的嘛。是啊，然后白棋只能从这个方向出来，这个方向应该说是没有价值的。然后被人家跳一下，跳过来，跳完之后，那现在就是又问白棋了，你要不要走？走的话就是我一通便宜嘛。你不走的话就实战。棋为什么下得这么难受呢？这白棋，这横竖都难受，是下得。那怎么办呢？就是说从前面开始，这步点开始就开始难受了。是的，这横竖都就下不对了，反正。对，要不就飞一个。就如果你硬我贴，白棋就是这只有再退吧。对啊，这边好像还要被穿出来。是啊，这好像是说不定黑棋在攻白棋。没错。那怎么办呢？实战就不能飞，先点这边。这真是就一步棋没有虎的问题，然后就下成这样，然后关键是被尖一下，我们痛不欲生。对。最初我们说的这棋白棋是之前爬过的时候白棋形状很好，因为断它的可利用价值很小。现在不一样，现在是你必须得粘上。我在想他粘上的时候是什么心情。我太恶劣了，心情太恶劣。对啊，从飞开始白棋扩张的结果是现在白棋能看到目数底下有三目棋，别的没有。三目棋没活呀，这块棋。就是说，太惨了点还想吃。但待会我不会攻，我不会吃你的，我只瞄你一下，让你补一下就算了。你要做眼我就算了。你要做眼我就算了，我不会吃你的。是的，可是这棋还太悲惨了点吧？继续。是啊，这怎么下成这个样子了？本来是白棋的一个阵营，应该说。对。然后是。黑棋左边一个角，右边一个角嘛。对。那么白棋这里比较厚，有点势力，然后这底下有点可发展，这是很正常。就变成人家左边一个角，右边一个角，你这剩三目，然后还没活干净。关键怎么成这样了？黑棋棋形好像很好。是啊，你还没法攻他。是。实战黑棋再粘回来。
然后白棋飞黑棋跳，基本上这那扬长而去了，已经这个局部告一段落也是可以的。嗯，白棋跟黑棋你说谁厚了，我觉得也不一定。嗯，这边还有断，这边有冲有断，然后这边也不厚，等于说白棋所有的从扩张开始，最终白棋什么都没有捞到。你看，这是等于说一下子就这完全不对一下的，好像嗯，就感觉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对，如果说开始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战役，就是是略显委屈而已嘛，就还好。但是那一代就不是委屈的问题了，这直接全面溃败。对，这个战斗全面溃败，应该说，对，对。所以下到这儿的时候，白棋接下来怎么去扭转这盘棋呢？有没有什么方法？对，能够让这盘棋变得混乱一些呢？我们看看白棋接下来会有些什么，哎，是不是有扭转颓势的方法？这一代确实是吃亏吃惨啊，可以这么说。不管从目数上来说，这目数吃了大亏，这厚薄我也没见这个白棋有多厚，主要是。嗯。然后接下来这个白棋要怎么下？哦，这个是个难题，应该说。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吧，一会儿见。欢迎回来，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棋局呢是2019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季后赛第二轮的第一回合，是由范廷钰，对阵陀嘉熙，这盘棋呢是两个队都在保级区，应该说呢都是，大家就是如果说赢下来之后呢，他们就可以保级了，这个很关键，长舒一口气好歹先保级了。但是我们刚才看这个棋局呢，确实白棋好像不太在状态哦，这被黑棋点了之后，这一串简直是白棋被欺负的惨不忍睹。嗯，被欺负完了之后，目也没了，破也棋也不厚，就外面还有冲断。对，这棋就关键是找不到一个可以发力的点，可以就把水搅浑的点，是的，很难找。对，嗯，然后等于说这怎么办呢？只能先从长计议了。对，先稳住吧，先稳住，不能太着急。这越着急，只会输得越快。是的，是的。这步棋等于说是防住了黑棋的，比如说最简单的冲了一点。对，再冲了点，再被冲了点下，然后再跳出来，然后你这自己跑去吧。对，对，是的。所以这个也算是以攻为守吧。然后黑棋补中间已经非常好了，因为黑棋没有任何损失，把白棋前提都破了。没错，但是范廷钰先冲。这地方白棋自己可能还确实有点问题。对啊，他这个地方其实眼位是不足的嘛，但我只要他先手刺到一下，你接的时候他还可以冲，就冲的时候他有，但是这个眼肯定是没有两只眼的位置啊。对，这有可能一会儿被冲断了还要攻你。对啊，就是他冲的时候白棋如果退的话，那么黑棋冲完之后至少再长先手再冲先手，白棋都没有眼了。然后黑棋就可以先比如说外面跳一跳。对啊，那这个地方白棋自己是因为冲掉这下之后这边的断点已经存在了。没错，就全都是薄的，你总不能就总是跟着我走吧，那如何争胜呢？本来这儿就亏了好多了，已经。对，那这个地方白棋就也不能硬挡，硬挡没有意义嘛。白棋就很贪，怎么办呢？他靠了一个，挡住。好歹是把这个先接过来。对，这个非常大，目数很大。这是目啊，在虎路啊，等于说白棋其实自己是需要他先做虎，他先毫无疑问，他先防住。所以如何搅乱局势呢？先把自己稳住，你不要着急，慢慢的等待机会啊。对，黑棋大师。是的，真的。粘住，黑棋。然后再靠一个。这是试探性的两下，就是因为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地方嘛，白棋局部，虽然有一只眼，但另外一只眼呢，还需要再走一手才能完全的瞪出来。你下这种棋我太高兴了，这特别开心的，跟着长就行了。对对对，你冲我连挡都不想挡你，我就长嘛。你再冲我再长，很高兴把自己目全围住，然后棋全厚了啊，你一会儿就输飞了。对，这是最理想的。是，那白棋不能这么下，怎么办呢？白棋可能会团，但团有一个不好的是，这是外和里的交换。
走下之后，这一代出现了很多可利用的空间，比如班啊，比如家，比如各种啊，对，都是有可能。是的。然后这块其实黑棋很厚，就可以，就比如实战接下来不是并这个吗？那就再并这个吧。他能靠到一下，他就觉得已经赚到了，是吧？对，已经赚到了，肯定，因为至少搬一个存在了，是加一个也出现了，没错，这差很多了，中间已经厚薄，对，因为这两下我不太会亏，是的。那现在存下去怎么办呢？不肯被便宜，反搬，搬在外面，白黑棋等于说这个地方是先手冲出来，是先手冲裂，自己已经连上了。就我的概念都是，我以为他会把它断掉，但是他们好像没有这个概念。就关键是我干嘛断你？我也无所谓了，因为断的话，白棋这个下的好处是粘先手之后，这个局部已经活了。对，他就想先手粘到一下，对，是吧？所以就是说，黑棋断开的话是威胁不到白棋整体的，那就只能是跟外面有关系，那就意义没有那么大，那就别断它，是吧？那就反正没有这个必要。对啊。没必要，我也很厚了，我就走木嘛。是的，这不是还是跟白棋演的还是有点关系。想起这块棋，就是我也只能叹气，对，剩下叹气，不知道该说什么。有点惨，就确实。是的，白棋实战是他贴了一个，先稳住嘛，没办法，要不然被人家走了，他还是不。是的。就等于说白棋从飞一个扩张开始，最终自己这三步棋这边也花了两手棋，因为这两下做交换，等于说也自己又多花了两手棋，对，其实并没有多少目，是的，这一代是灾难性的一个战役。黑棋中间飞了一个，黑棋就这个彻底的怎么下都可以，已经不太会了。对，那接下来呢，我觉得比如说，虽然说这个段不太可能不是很合适，比如说你这粘我就把你吃了嘛，这多简单明了啊！对啊，对啊，反正都是木嘛，我把木吃掉不就完了？对啊，他这个也就是把自己连上就可以了。对，那白棋还得考虑先粘一下，因为粘掉的话这就变轻了。是的，但是黑棋我无所谓那三个字的死活，我救不救都可以的。这也就是几目棋的问题，这不是太大，先把大的占了，这是现在最宽的地方了，别的地方已经都很窄了，没地方什么没有木可以走了。对，因为现在就是从白棋套掉下面开始，就接下来的所有的地方白棋都没有走到东西，也就是说白棋的木还是比之前的木还要少，而黑棋呢，这个角已经这大概是多少目棋了？这13、14、15、16、17、18目棋，弱一点，16、17目总是有的。这边如果算长先手的话，这是5目棋，就是20多了，加上这个5目棋，加上上面如果有10目棋的话，这是多少目棋？我忘了，35。你说太快，我还没反应过来。对，加上这边50目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白棋这个地方不到10目棋，这个地方应该是3目加3目，加上这个应该是10目强一点，大概是这两块加起来大概是20目棋，上面3目，这边有潜力，下面3目，这个怎么的26、27目，加上这边潜力30多目棋，白棋都黑棋都50目强了，是啊，就木已经没法点了，对，那现在是木已经没法点了，那就是必须得看耐心等待机会，然后试图把水搅浑。实战白棋就还得先自保，因为白棋到处其实还挺薄的。对啊，然后中间人家还有很多掌控的潜力呢。对，中间就是说我把黑棋点10目棋，没错，我觉得也不过分吧。十目棋不过分，确实很容易成。对，然后他点了一个白棋点，白棋点试探了一下，这个时候。这步棋就已经开始试图把水搅浑了，很明显，因为这步棋其实，按理说它是可以，我是可以不走的。对啊，我走什么都可以，就是现在黑棋是走什么都可以，那那反而有点不知道该走什么。对，其实第二个也可以的，然后我冲了拐，我哪怕我先收木也可以。对，然后我觉得我哪怕什么牢牢的也是可以考虑的，就都行，因为这个不关系到我的死活问题。是的。在实战范围还特别稳健，对，特别稳健，不是一般的稳健。也是因为真的这个地方不知道该走什么，因为走什么都行的时候，
就是选择比较多，反而也是不知道该走什么。这游戏还是太稳了。那这两下白棋当然还是有点便宜。赚了一下，是不是觉得？是的。然后，继续把水搅浑，只有这个地方感觉。他肯定要冲进来一下，要不然这个木全被围上，他这个这棋还能下吗？对，这个地方唯一的缺口了，可以说。他不仅是在破黑棋的木，同时在威胁黑棋这个下面以及中间。所以我是真是觉得这步棋他不如走在上面。哪怕跳一个也好一些，有点稳。我在想能不能反击的问题。反击好像这好像没有必要，这个时候对我觉得还是长一个角上二长一个就比较稳健一些。对，人有木嘛。对，然他尖冲，然后贴一个，然后跳，那就把这个夹住了。对，夹。从后来看夹好像这几手棋，你觉得木有点损吗？对，就是说就为什么走这些。干嘛要这么下着？他是觉得中间还不太不够稳健，看起来他是想把它稳稳的拿下这棋。那为什么不跳呢？我也很奇怪啊，跳又不是感觉最好的棋，下面棋还可以断。他是担心人家还要什么这种飞之类的。那就也贴一个，感觉也没什么可怕的，就我感觉跳也挺稳的。就是说夹还是有点损控，包括让白棋自己就是，我根本就没想到他会这么下。对，他会往这儿夹一个。怎么这样，木有点损。对，这样他冲的点也是先手。对，他跳过来本身也没有说特别厚。肯定感觉自己优势太大了。 对，他还是想要进攻这两颗棋子。但是关键这时候白棋肯定不怕你攻击。我哪怕死了我都不怕。这肯定得拼了，就是还怕死。是的，生怕没有机会。对，走这个。然后白棋是在中间，白棋这尖冲了一下，对，开始进入了各种的搅和状态。对，漫天飞舞的状态。让你看不清，属于让你看不清状态。黑棋先顶就是想要先把自己的断点先补住。对，再把自己。那这两下本身木数并不便宜啊。是啊。提掉。不过其实也是把这块自己有点走薄，稍微有点走薄。实际上是。这种地方都有待商榷，但是呢，这当时你下的时候也很难找到正确的下法，因为这。对。就你也不知道应该下哪儿是对的。对。就很难这种地方。对。确实很难。这时候好像白棋我觉得只能虎又要拼一下什么，先全部连回来再说。行，可能这个是不行，因为已经不行了嘛。死马当活马医。对，就这样吧，反正要死就全死。要么我活了我就还有可能，可能还有机会。那他要搬一个吗？棋搬一个很柔软啊，这步棋。我先把这边围上嘛，你连回去连回去再说嘛，这件事儿。看来白棋还得想办法。那就先连回来再说吧。关键是这边有个打吃的问题是吧？我这几个是什么呀？几个接上是不是？反正我是没有那么。你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退的是退的事情了是吧？急我是要反击吗？我不知道啊。关键是冲完黑棋。对啊，就是很讨厌啊。这样还确实。你要搬下去，这样有几段呢？这棋摆是不行，不能摆，只能粘这边，就只能粘粘这边黑棋管。对啊，对啊，我不一定非要断你。那单管也行啊，那就单管吧，我就别挤那一下，就是撞气的。这边围住，这是撞气的，是的。我也不行。柔软一点嘛，不要下那么太硬了。都行啊，黑棋的下法确实很多。是的，是的，但是白棋就必须让黑棋什么都没有，才可以。这有点难，就是你要把，我觉得能破掉一边也就差不多了，两边都要破掉，好像不太现实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搬这个。他搬一个。搬这个就是说，那眼见的黑棋肯定是会冲的。然后白棋没有办法。他又搬了一个。又搬了一个。他搬这个。黑棋反搬。就这样的话，就是中间白棋黑棋总是有东西的。对，他反正你这里围不着，那里就围一点就行了。对，要求也不高，没有说一定要把它全部围住。对，
所以白棋形势太好了，主要是是的，白棋没什么太好的办法，嗯，没招啊，实在是只能继续搅、是吧？继续拼搏中呗，他挖了一个，对，特别奇怪的地方走了一个，挖了一个，对。然后我以为他总是挡住他的，对，结果发现他没挡，打这儿去了。这个是没看明白，我也不懂。打吃的话，白棋会走什么了？我看了一下 AI 的推荐是黑白棋还是贴，嗯，然后还是走那边，跟这下没有关系。这我就觉得他这下是冲到他觉得他紧了气了，还是怎么个意思？我也不明白啊。对，我觉得陀螺加 C 的意思一定不是说打完之后再什么抗了，再走这边，嗯，他肯定是有后续的手段。他应该是看到了些什么？估计，包括 AI 他也没有看到任何东西。我也没看到他站回去怎么了？他待会怕走不着了这下。不是，他肯定是有关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嗯、总之、这个，关系在哪里我们看不懂。我也不可能这边有打吃什么的，什么连扳之类的、嗯，或者是先粘上之类的。那、粘上打吃就不会亏了，对吧？所以不太清楚为什么不懂为什么不是打住的，或者说他是把这个粘上，然后跟这边有关系，也有可能。可能嗯，可能我想总是觉得冲到一下好像有关系啊，那应该是粘上之后跟这边断点有关系。嗯，但是他也得操作，他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他不操作，他也不行。他如果冲断的话，这里白棋前一棋。对。所以他这是怎么下的？我也不太明白。对，包括就是说我假设我要这边的粘的话、嗯，那你这边怎么断我？你现在反正也断不掉我。是啊。这关系都很大。嗯。但是他挖一下呢，就保留了这个。他要寻找点机会，对，他要把棋局弄乱了一点。嗯。要不然正常下下去，他肯定是不行。对，主要是他应该是要挡了粘的，他觉得挖一下还是跟断点有关系。嗯。但是范蠡主要他觉得也很简明，我就打吃算了。他省得你，对，跟我搅得看不清楚。对，因为你长进来我就走一个，你也没什么。他就是这么下的呀，他靠这个。长进来我就靠顶住他就完了。他你这还是欠个断。是他到处都是断点。对。嗯。所以我也就无所谓。很悲惨的一点，到处都是断点，然后。实战黑棋白棋打两下应该是。嗯，就没有什么便宜，这两下应该是没有任何便宜。对呀、啊，走完之后这一带等于说联络还是特别稳，人家都通了。嗯嗯，通完之后，这个棋形这边白棋也没有作为，这边还欠个断。嗯，所以其实这样的话，等于说白棋的拼搏没有什么，没有收获，可以说。我看着白棋的联络真是。这断点实在太多了，就我都不知道他要怎么操作才能把它连得上。啊、嗯，是的。所以呢，他中间确实是很难处理的好，他也就是搅一下，我觉得一般是不太容易出问题这个地方。对，因为现在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从尖冲跳再尖冲再尖冲、嗯、再搬再挖一下、嗯，本来就是很乱的。对，没有都是。白棋始终试图把水搅浑，但是。黑棋没有破绽让白棋抓，这个打就白黑棋就给了嘛、嗯、给了之后白棋也粘可能都被断死了吧，是的，都粘不上，他粘不上应该是，所以那嗯就只能转身、嗯、是吧，转身离开，嗯，打吃接上，然后是往下走，是不是挡了一个，他打下去了，这个我看到这儿的时候当时我觉得不知道白棋他想做什么。嗯，就让你断不掉这个呗，至少是。对，现在是断不掉这个，断这个它可以打完了扳断你。是的。哦，反正别的我都没看见。对。然后人家先把这个冲死了。对，范蠡就很稳、嗯，先把这个冲死。很稳健，他下的。对，因为把看得清的目数全吃掉。对。嗯。实际上后来这个地方，我记得范蠡稍微松了一点。嗯。就是白棋先是自己点在这个地方，黑棋断一下，这应该稍微亏一点点。嗯，他立一个。他把这个冲死。嗯，他为的是先手堵住所有的棋、嗯，虽然这边稍微亏一点，看得很清楚、嗯，但是他觉得跟目数没有关系。嗯，这个时候他已经确定自己能赢了。嗯，爬掉。就白棋最终的战果是转到了右边，转到了左边，在这边得到了破掉黑棋前列的同时得到六目棋、嗯，在这边。黑棋至少这边得到，这已经八目，八目底下九目吗？算是，嗯，应该是八目棋，八目至少添两个，嗯，这边围住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三十四，包括这些暗目，
各种按摩先不算，嗯，这边20多亩，嗯，只要加上这边大概16、17亩，那边角上有6、7、8亩，嗯，大概是45亩，加上这个黑棋还是有50亩棋，嗯，白棋呢虽然涨6亩棋，但全盘肯定还是也是处于一个最多最多40亩棋的范畴，没错，嗯，就黑棋的始终保持着不小的优势，嗯，主要是他这点优势，他觉得已经可以稳稳拿下了，对，因为这个局面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收官，没有目数了，没有大场，只有目数的关系了，对，所以黑棋盘面10几目还该黑下，那这棋就是已经不可能翻盘了，嗯，是这样，对，啊，我们看看他接下来怎么收的吧，对。他长了一个，他下的特别稳健，他想这地方还有断点什么的。嗯嗯，白棋搭飞，黑棋顶住。白棋应该是在中间走的吧？他把这个挤了一下，我看看。这个纸。哦，这个他粘了一下。那这个招棋应该是走在这儿的。哦，他没长是吧？他是点在中间的。对，点在中间，这个更大一点。然后他走了这个。粘住也是在拼命。哦，啊，黑棋非常稳健，就粘上了。对，如果中间还能沉出，十多目的话，那这棋简直是对差的越来越多了。对，啊，黑棋白棋贴。嗯，贴一个，他把这个粘上。黑棋把这粘上。然后白棋是这边，这边是怎么下的？就是。大概是冲一挤是吧？他是先点了这个，啊，哦，是，先刺的这个，刺的这个，啊，嗯哦，他先断了一下，啊，嗯，然后断了力量交换，嗯，对，这两下好像也没什么便宜的，这个不便宜吗？这一下就是正常的交换，嗯，然后冲了挤这个，把这个打掉了，嗯，打掉，嗯，冲完挤这个。他是单挤的，啊，没冲，对他没冲，啊，他是单挤这个，他单推，啊，对对，单挤好棋，对，把这吃掉，是的，这个这你不能粘，粘了被我冲断了，对，嗯，这官子下的还是很巧妙，是的，嗯，这边等于说多吃了，相对于挖而言多吃了4目棋，还连带着有挖，嗯，但是就是说，我主要现在真的跟目数关系不是特别大，嗯，确实，嗯，实战是长吗？还是，实际上是长吧，应该对，长过了。嗯，然后白棋挖死了。对，挖死了。然后黑棋最后打劫，是的，把白棋打爆。现在就看清了，就把黑棋把，啊，这应该是拐的，拐过一下。对啊，这应该拐过一下。他这个是劫财，这个拐的，啊，这是劫财，拐的时候他是劫财。嗯，对，黑棋最后是打劫，因为这个劫就是说。嗯嗯，黑棋把自己所有棋，这该弃的都弃了，该连上的都连上之后，嗯，就全局其他地方白棋没有劫财了。嗯，这个搬一个一个劫，然后就看不到眼见的劫了。对，白棋之前是跳一个跟，跟等于说这两步棋交换了。交换了一下啊，交换了一下，然后呢，现在黑棋打劫了。嗯，打劫了之后呢，白棋的劫财很成问题，他先是拐了一个拐一下，然后提劫。黑棋的劫比还是有的，比如这边他就先粘了一下，嗯啊，他先拖一下，他拖了一个，嗯，白棋只能顶，然后马上还有退和粘两枚劫财，对啊，对啊，就是劫财很多，嗯，他就打不赢这个劫。对，白棋搬一个，虽然这个劫很舒服，嗯，但是退吧，是的，然后他提劫，啊，嗯，现在白棋需要再找两枚劫财，因为黑棋这个眼镜的还有一枚劫，嗯，对，白棋这两枚劫财怎么找呢？就现在是。你可以打，但打亏两目棋，这下子亏两目，亏的有点狠。对，他可以打这亏一目，打这个亏，打亏一目，这样亏一目。嗯，然后这个你可以走，但这个损的更多。这不行，这又损的有点狠。对，所以那样你就算打赢，结果粘回去，我这挖粘本来也有价值。嗯，然后你其他地方都没有劫了，你实战拖下去先冲这个。对，看起来也是劫吧，其实。被粘住，对，就被粘上，好像已经肯定不行了。粘住之后，这三个、这四个已经死了，关键是，已经逃不回去了，已经逃不回去了，这四个已经死在里面。对啊，如果走这个的话，好像黑棋还可以搬。搬一个，他是不是断吗？我可以吃这个，吃这个粘上，然后我再搬。这你必须得吃。
我这怎么吃好一点？我就想只能吃这个吗？吃一下之后也得吃，那还得也得吃回去。肉再铺吗？那这木也是很惨。这个你那还没粘上呢，我还没粘上呢。啊，对，是的。所以你这还不能落后手。嗯，但你这也怎么办呢？是啊。嗯。所以就不行。对，就是说这个冲不是结，那冲不是结就是其他地方也确实没有结。嗯。或除了损结之外就没有结，但都是很损的结。这打吃也损了一目棋，对，整整一目棋。这边就是已经没得下了，这爬得损三目棋以上。这爬棋绝对不行。对，因为你损完一目棋之后还是面临你找尖，你必须要损第二个，但第二个已经找不到了。没法找尖了。嗯。就是、而且黑棋还有劫材啊。对。最后骂的题就是范廷钰觉得已经比较清楚了，包括之前的长拐都已经为他已经下得很坚实了，就是看他的官子的收法，对对，就是怎么后怎么收了他。是的，后来就是飞他是冲，然后他消解了，就他走这个，然后这个不去，这个不走也不行，这个不走被关键你不走被黑棋尖一个，这个全是木，对，我甚至往里威胁你。好吧，然后这就比较惨了，就收的，这样收惨，然后并，另一个他顶顶住，然后总算把这个粘回去。但这个其实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他好像就后来就全提回来之后，这边收气也没有。然后这个还被挡住了，不是这个被挡住，啊，这收的太惨了。嗯，最后也是盘面十好几目的十几目了，他是没收完这气。应该说这其实主要的问题还是在这儿啊。对，我们可以看到后半盘涂佳琪已经使出浑身解数，想要把这个水搅浑。他的各种次序啊，想法都是非常规的，都是你很难读懂他想要做什么。对，但这种其实是一种，也是一种高级的搅的战术，因为你对方你我都不知道你在干嘛呢，我可能也不知道我应该走什么。没错，我觉得这地方这黑棋下得很好啊，我给大家推荐黑棋的下法，大家可以好好学习一下。总的来说，我觉得这盘棋范廷钰还是下得很出色。对，这盘取得优势之后，你也他就简单的收一收，你就不太会动了。对，涂佳琪也没有找到明显的机会。在范廷钰的手里要翻盘不是很容易，我觉得。是的。好，那么最后这盘棋的结果就是执黑的范廷钰是中盘胜了涂佳琪。好，我们的讲解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